转战县议员的魏家贤利用下班空档时间，在市区挨家挨户扫街拜票。魏家贤表示，市长任务会持续到最后一天，只能趁着晚上的空档，一步一脚印地争取市民朋友继续支持。而魏家贤所到之处，也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。白天是市长身份，要努力做好各项市政工作。 而要转战县议员的魏家贤，只能够利用晚上下班之后的空档，前往市区挨家挨户扫街拜票。市民朋友看到魏家贤亲自到访，也热情地给予鼓励。区长唯一支持八号魏家贤，赞！有业者赠送饮料慰劳拜票团队辛劳，也有市民朋友追上来为魏家贤加油打气。 魏家贤表示，不论在哪个位置、哪个身份，他都会秉持为花莲乡亲服务的初衷。今天哈，也都是利用下班的时间，不论是在街头拜票，还是早上的时候在街头里面跟乡亲恳托。那在晚上的时候，也是利用一些时间哈，那可以来街上来跟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恳托。那嘉贤这次参选花莲市议员哈，那我也是用非常认真的态度。 一步一脚印的来向所有的选民来恳托，也诉说自己的理念。那也希望能够获得大家支持。未来魏家贤也会努力的为所有乡亲继续打拼下去，不论在市政方面，不论在拜票方面，不论在未来有当选的机会以后，我还是一样，一本初衷为大家服务。八号魏家贤一定为乡亲继续打拼。 白天繁重的市政工作，晚上还要用双脚走遍花莲市大街小巷。魏家贤说，他会更努力争取乡亲认同与支持。记者惠焕士报道。